是你们打开以后，纸盒可以先放抽屉，因为你没有位置可以塞了，你先放抽屉。你们的纸盒上面都有号码，可以先放抽屉。那你看我在家里做的是圆的，然后我儿子做的是爱心的，然后我又做了水滴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你们自己要折成什么形状。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？现在先做第一个步骤，那个看你要折成什么形状，圣诞树也可以。哦，对，圣诞树也可以哦。先折第一个，先把基底的形状折出来。大人没有来的孩子，请举手，一定会下去帮忙。有，你们都已经折好了，不要急着。如果同桌有小孩是大人没有来的，可能要请你们帮忙一下。这个如果要折远的是这样，哇，小孩子好，对，是远，然后这个就一直到一直到，两层比较坚固，就不会分开了。爱心就远远的东西在靠下去，就变爱心了。看谁折出奇奇怪怪。先把基底折出来哦，看到了，圆圆的东西嘛，凹下去就是爱心，就变成一个爱心了。需要帮忙的可以举手啊。需要帮忙的小孩请你举手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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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
报告老师。好，谢谢。红鱼，他说，来给你。我们说，你的绳子呢？红鱼，你的绳子有吗？有没有超可爱？还没啊。哦，对，阿康宇就是单龙鱼。你们吃饱了吗？是，是爱心鱼，好棒啊！还有其他爸爸吗？
的位置决定上去，你要怎么忘记这件事？果子的铁丝，如果你需要剪断，前面熟林那边有尖嘴钳可以剪。对，有需要的，或者是你把它绕上去也可以。Thank you.
你有需要树枝或者是稻花紫薇的果实，你可以来前面拿。你先把你的材料包里面的东西粘好，如果你不够，你再来拿。剩下的，然后等一下，请你先不要收，我会。
请每一对亲子在我们前面雪人这边一起拍照，你先不要急着收哦。害羞。